自从尔康首次紫薇之后，可谓是把林心如推到了热搜第一名，让尔康完成他多年未完成的心愿呢。事件发生后，真的是把林心如推到了风口浪尖，基本很少见他出席活动，即使出席活动也是闭口不谈此事。这种做法更是坐实了周杰的所说，也许是这场风波来得太突然，事情虽然消停了，但近日现身的林心如却老了很多，和以前的差别很大，皮肤没有之前那么白皙，脸上皮肤松弛，法令纹惊人，颈纹也依稀看见，这还是化了妆的情况下，如果素颜那就难以想象了。这真的是暴露了40岁的实际年龄了，恐怕看了这样的林心如，霍建华会很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吧。和林心如差不多的年纪，可是两人相比较之下就好像是差倍了。38岁陈乔恩演了17岁少女，网友依旧说她美上天，而林心如再度挑战少女，只剩下被群讽的份了。而且自出道以来，陈乔恩的好身材就一直为人称道，穿红色棒球服很显白也很潮，搭配黑色印花卫衣、黑色柳丁百褶裙和黑色短靴，露出了她的美腿，这个腿型真的很好看，把头发扎起来也很显嫩。网友调侃，风波过后为 PS 的林心如苍老似故人，与前任陈乔恩对比，霍建华这下该后悔了吧。